菌人，你知道吗？细菌人是什么？就一直被面包超人打败的啊！原来你对面包超人这个卡通有研究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小时候每天都在看啊。那你会，你会，那你有幻想过想要吃面包超人的脸吗？我比较想要吃吐司超人的脸，我比较喜欢吃吐司，红豆面包比较不行。我小时候都喜欢哈密瓜面包，有哈密瓜面包，有，它有一股哈味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怎么讲？其实你们知道哈密瓜面包就是我们台湾的菠萝面包吗？哦，所以在日本就那个就叫哈密瓜面包。对，那个叫哈密瓜面包。完蛋了！他那一次那都不太妙了，我们下面自求多福。哎、欸，干我可不可以 S 啊？三个虫族还行吧，前期应该很稳吧。你可以 S 他，然后等下帮他点评你。应该说，那个哪个？没有，我在想我要怎么干死他。哪个？我在想我要怎么干死他。然后干死他，你就拉你的农民去 A 他就好了，还要想怎么干？这么简单的事情。直接 A 他主堡吗？没有，拿农民 A 他就会跳了。不是啊，我可是我这样没经济，如果对方打过来怎么办？打过来，那就是你也可以跳啊，然后剩我们两个刚刚好。对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跟面包超人一起跳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组合胜率有多高？哎、欸，讲的话是面包超人，哎、欸，我好歹是个上过五千的啊。哎呀，你那个五千不到一小时就别说了。你等你稳定在五千分的时候，你再拿出来讲好了。再自称五千，好不好？看你那个打法，我头也是很痛。哦，你有跟他打、啊？没有啊，看他之前那个打法，我头还是很痛、啊。那是之前。你知道五千分之后有一个坎，你要过，要花一点时间了、啊。我知道。你知道我今天跟 Nothing 打，我打的那一盘是前期完全打的有来有回，真的是完全五五开的那种。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，通常你说的有来有回都会出现一点错误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是 Nothing 讲的，这是 Nothing 讲的。干。那是你讲的话不能信哦！靠你第一个不能信哇！就跟今天他妈的卖保险的跟你说哇，我觉得你需要这个保险，你觉得他话能信吗？这个真的超适合你的，这为你量身定做的方案，因为你是我们的 VIP 会员哦，所以你才有这样的优惠，外面是买不到这样那么好的条件的。我靠，这个你也信啊？哇，我的天啊，原来啊。话术你懂啊？原来一切都是我的错觉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然、欸、后、啊、我王怎么死了？靠背。讲一讲，我准备死掉了。什么？王总被射死了？哇！我王总突然不见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是面包超人，妈的狗子现在才放。没骗你哦，他那个框框还是那个他妈加了水泥的面包超人，我都已经。你知道美服要拿白银有多难吗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真的有点难。真的假的？我想我用左手打可能都有超过白银，我跟你讲。我决定我要来 A 他的啊，这样讲好了，他那个白银的实力对，就是我用脚都可以打一个，就是屌虐，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实力是怎么样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Stop 怎么了？我是咬他懂啊。哇，你这王八蛋，我一定要清除够的金矿。哦，你真的很扯哎，你不要咬他啦！你怎么可以欺负人家、啊？你真的很白目哎。你需要更多。不是啊，这边破窗了，我受不了。你真的很白目哎，人家也想玩游戏哦。你这样子，你只是个新手，想要来玩游戏，你这样虐杀人家哇！哎、欸，都给你们在讲。就是有你这种人，你不要以为你用你妹的账号，他问你为什么，你要回他、啊，你要说 because you suck， 你要说 you are 面包超人，面包超人的英文会不会？这有点难度啊！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与敌人交战。哇，光炮仔、欸，我战斗的时间到。靠，我被你打绿了！你直接跟他说他叫假汤面就好了啦。
啊，shit！我们的敌人潜伏在哪里？哎，他怎么意思？空间里需要更多高能。了解。敌人将在冲天。干！我刚刚要抬他就没魔天，就被那个鬼的炸一炮大的。空间里，你刀啊，真的？没有，你刀。哦，我去找他。 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为什么那个建造炮的矿掉了？被安纳斯咬掉。没有足够的金矿。靠，你等着我。这样真的很赚哎。我没看到你要啊。我看到，看到。空间立场已连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加速，露天。看他到底是不是跳了啦？我的良心越打越过意不去啊！不要看你有良心。 你把他抓打掉了，快点啊！不要这样子，这个你跟我说你有良心，再跟我开玩笑。你把他咬死，快点！这样才会赢。我们的敌人。这很扯哎！哎，哥，我有了，那还有什么？王草啊！哎，把王草射掉了。形象。王草不用射了。不是啊，他没跳啊。跳，碎啦！碎啦！要赢了，要赢了！我觉得多一些多快是怎样？超稳，超稳！我跟你讲，超稳。 哇，这招扯可以耶！以后就交给你了，看这招可以，这招真的，我们就靠这招真的打上去。看我的良心！超适合当这种角色。看我的良心！你做一次之后你就没有良心了。对啊，有一对一开始起头难嘛，第一次总是比较痛的嘛。我的良心！ 跟我是不是跟你们打，我都学坏了啊！哎，又我们的问题了，我只是我们随便说说你就去做，对啊，真的是中国的家长哎，中国式家长哎，哇，真的是不行哎！我随便讲讲你就去做了，然后又怪我们，妈的！哎，他们一堆辅飞跟那个虚空。 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停止出凤凰？好像没什么差。还有辅飞跟虚空，是吧？他就说辅飞跟虚空，然后那个人类已经被我抬着一只兵都没有了。他的速战队跟什么坦克什么都没了，辅飞蛮多的啦。那我还要变大，辅飞蛮多的，就是我凤凰打不赢的量。你看看这边有没有？哦，就这点鸟蛋。 这样你都很多哇！来来来来，我来看什么叫真正很多的辅飞。等一下，有没有虚空？你看，六台吧，六台可以，很多好吗？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看大大。来，抄他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啊，怎么怎么有这个不能抄的？可以啦。我不抄他，我还抄这个。 干，但是你还在混哦！我在抽怪打完了，干，都快打完了。什么？你们快打完右边那边东西已经被我涂光了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假的？看不出来。哎呀，有刺蛇，好扯哦！蓝色虫虫兵已经被我杀光了啊！没想到居然有刺蛇。我要去开他们矿了。 金矿场已经耗尽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分数是混上来的？我没有这样想，你不要自己这样觉得好吗？你是不是被外想症啊？我没有这样想好吗？我绝对是觉得你是靠实力打上去的，所以你也靠着实力马上就掉下来了。干，不是啊，那个差500分，这太夸张了啊！500分，你要紧张哦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啊，别！选一个地方打啦，这里是不是？ 这里有没有坦克啊？战斗的时间到。有坦克会帮你抬，第一时间。等等。我有大龙了，等我大龙了。好，等你大龙，我先演，我先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我先吃掉这个鬼东西。我将。我好多钱啊？有人要吗？好。
好多钱。我也很多钱。缺瓦斯不缺，不缺钱。了解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还敢出来啊？潜伏在哪里？啊！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与敌人交战中。啊，被马不控了啦！我都卡的。哎、欸，会输啊！你的普贝说，普贝会说。啊，没事啊，大龙起点怎么输？你要操吗？你要操，我就抬坦的哥。操！操没死光了，操！打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波。不行，我凤凰快牺牲光了。可以，我普贝。可以的。我抬起来给普贝打太白痴了。可以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可以的，有没有？碾过去了，啊，结束了。没啥吧。死去了！我跟你讲，这场会赢就是靠那个把队友 A 掉这件事哦、喔，不然我们可没有办法弄快。我将干。对啊，下一场继续吧。只要看那个对手怪怪的，你就让他下去吧。干！那种什么你狗做出来，他的狗食都还没做的那种。我们的敌人什么用？哇！Top， 你的九十龙大法真的魔兽用啊！我用九十龙啊！这游戏就是九十几按就好了。那为什么我有3000多块啊？我6000多块啊，花不掉。我也6000多。啊！我们多盖几个珠宝嘞。这不盖珠宝不行的吧？哎、欸，左下角是不是偷矿啊？啊，管他有没有偷都没差啊，反正等下再过去 AA 就好了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人太多了，人太多，好痛苦哦。这是什么？我就把那矿洗掉，妈的！我要开矿哦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这样补农民比较快。还想开矿啊？早就被我开走了。哪一个？那个、啊、踏牌想开矿啊？我开旁边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看他们是怎样啊，还不掉哎、欸，好扯哦。他可能想用这边矿坚持吧。好，这边就交给你们，我可以控一下帅图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哎呀，你要飞哪里去？让我跟随你，保护你的大龙。这里怎样啊？这点鸟蛋，他是为了这个所以才不跳吧？来，我们直接打他神族就好，那神族挂他就跳了。没被吸过啊！真的，你好会吸哦！天啊，是这个很会吸的朋友啊！还想盖？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啊！我就等你出来。大龙飞好慢哦，以后是不是可以多一个科技大龙加速啊？这大龙有够慢的，那也太强了吧！打到才珠宝，打到白痴哦！谁在被盖珠宝？谁啊？谁珠宝盖这样？你的盟友正在进行。看这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啊！我打不。哇，他的航母出来了，吓死我了！